声令举办新专辑发片记者会，刚加盟的新东家全力将咱们的全能天后捧上天，不仅重金在纽约拍摄形象照，还为他开展，并宣布陈琳将在刚落成的台中歌剧院成为亚洲第一人在那举办个人新歌演唱会回馈粉丝。来，请你先把，我怕是我不记得，先把眼睛闭起来，好，不能张开哦，我说张开才能张开哦，好，大家先不要，好好，会不会是很无聊的东西？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因为现在不会，绝对不无聊。尾牙都还没到好礼就送不完，连金曲歌后蔡健雅也到场送上亲手现烤的甜点给陈琳一个惊喜。师太的表情都很有戏啊，还有那个蔡雅的那个手指头也很有戏，怎么样？杨丞琳为了回馈，自荐要帮他拍 MV， 但却惨遭蔡健雅打枪。那我可以拍你 MV 吗？改天。要，可以吗？你说，那还是个女主角。对啊。那我呢？你只要对我就好。对，就是演员人啊，就是我想要演戏，演戏。因为他是金曲歌后嘛，当然希望可以，就是每碰他一次，就是可以多吸收他的那个精力，金色的精。Yes， 新闻中心台北报道。